那个是白桦，白桦你知道吧？嗯，我今年喝了白桦树脂，很甜，很好喝，有点像蜂蜜水。白桦真是春天就这个树就开始从地下开始吸收那个水分，它是树里流出来的。我们采集它是在树上打一个眼儿，插一根管子，然后它就往外滴水，把这个水收集起来就是白桦树脂。白桦树吧。 它的树皮里面有很多油，你知道北方那个少数民族叫鄂伦春族，鄂伦春族，他们用这种白桦树去盖房子，盖房子的防水的这个性能。这些吃度来说是新的，我是喜欢的，我喜欢慢慢的旅行，就是这种的旅行，因为这样你可以很安静的听对方说话，然后对方也会很安静的听你说话。 这样我觉得就是更直接的会去了解这座城市，去了解它的故事。你知道我们这林区吗？我们都是工人的这个家庭的后代。现在我们都是以保护森林、保护生态这些方面为主要工作。植树造林。那时候森林很安静，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话，然后他的声音就会我觉得很有故事感。 很稀松平常的语气里传递出来的，我觉得就是他对他这片土地、他对他故乡的热爱。我觉得这个信息是会很有力量的传递给我的。信哥哥他们好惨，那边好漂亮，他们估计走的都没有心情看。经过昨天的挑战任务，大家肯定已经特别理解什么是挑战路线了。 所以今天的徒步体验，大家有信心发生命运的翻转吗？有，等一下就转了。是这样，我虽然如果对于喊口号的角度而言是的，我相信，但是实际情况应该永远是比较残酷的，应该是没有了，<笑>没有了。我是来讲好消息的，消息是今天也会有喜临门的助力，相信有喜临门在，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，什么事儿呢？太棒了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实在的。好。 你领笨笨，我领二狗啊，行，我拴在腰上呢。走吧，走吧，笨笨，走了，笨笨，笨笨，笨笨，别着急，笨笨，哎，笨笨，啊，笨笨，笨笨，笨笨，快给他点吃的，我拉不住这狗了。哎，他不走哎，二狗，不要再吃了，冰天。 不行，我拽不住他了。这也不走，那也不走，稍等我一会儿啊，笨笨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笨笨，哎，笨笨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了，哎，给他点吃的吧，我求求了，快，笨笨，笨笨，弟弟哥，给他点吃的吧。 哎哎哎哎！今天他不行了，来了来了，本本，快快快快快，他真的不行，给他一点点，本本本本，嘿，好，好，等等 ，sit sit sit， 坐坐坐 ，sit sit。 讲英文没有用，你要讲东北话啦。在东北长大，你跟他讲英文。坐，你要有东北腔啊。坐儿，坐儿。OK， 来，笨笨，过来，吃饱了啊，不能着急了，听到没有？走吧，慢慢的，哎，走啦。 慢一点，笨笨。啊，你那二狗更新鲜的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啊，这儿也行，这个离你更近一点，这个也可以，好吃吗？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吃货。二狗走了，二狗。二狗又开始吃了。二狗，哎呀，这根本就是二狗的天堂啊，沿路都是吃的。<笑>
二狗真的是除了吃啥也没干，二狗就没停下来过。二狗又在吃了，这块树皮啃美了吗？行，好，走，走两步。这块树皮啃美了吗？这块松树啃美了吗？就基本上就这么个节奏。马文谦，你别搁那儿唠了，笨不快疯了，哥。不是，我这是。他不走是什么办法呢？他就是在这儿吃啊。走，二狗，二狗，他就不走，他就是不走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天要到营地的话，应该需要一天。觉得人生道路嘛，因为肯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啦，总会有一些，总会有一些坎坎坷坷。可能今天我们的坎坷就是他们两个吧。对。我们已经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走了100米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帮我拿一下这个。哎呀，拿那玉米粒勾引他呢。对，来。哦，已经来了。OK。哇哇，好快！哇哦，他现在开始动起来了。哇哇，好快！哇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哇，真的是。对，他应该是觉得玉米比松树更好吃，应该是更香。对，哎，那玉米在那里，哎，来哦。你在这边，就是我发现不用真的给他吃，不用给他，你不用给他吊着，我就给他看就好了。他的皮会跟着你走。对对对，二狗二狗，哇、哦，好快，哇、哦。二狗，这蛮好骗的。二狗，二狗，就长就感觉我只有在动画片里面见过。这太好笑了！没想到现实生活里，哎，这原来，哦哦哦，没事。哎，哇，这里很深，你们要小心。这里，这里，走，这里比较好走，那不好走。慢一点，笨笨。抛下一切现代化的工具，徒步深入原始森林，用双腿丈量这片森林，享受原始森林的美景。这已经成为了当下年轻人们最受追捧的旅行方式。我这边巨深啊，小心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文本，等等他们。OK， 二狗 ，come on， come on。哦哎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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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